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梦中竹，台语安尼写，安尼讲，麻吉亚，麻吉亚，啊，台语到顶，麻吉亚讲麻吉德，台文化文线顶书顶讲蓝德，也是毛德。麻吉亚的经济价值观，普遍提来用伫个建筑、做营地、做扛棒的鸡啊，也是雕刻家具、农具等等。台湾的麻吉亚拿。就是嘉义的阿里山，甲南投的德山上大宗。麻吉亚，冬天出冬笋，春天出春笋，一般是以农历的过年为界，真正的叫冬笋。冬笋切片，参排骨类滚汤，是台湾人过年围炉一项重要的年菜。也唔过冬笋，待伫个土地爱生骨头，找到笋啊，才有当喂，是真好采收。运气若歹哦，有时阵三四个查甫工一早起，顾无几十斤，加上山期短、产量少，所以冬笋是贵松松。啊，过围炉到正月初一，冬笋变春笋，都会大落价。这个时节的麻吉亚发着真紧，而且会通头通出来头顶，尤其是落过雨了后，一枝一枝一直孵出来，唔只会讲。雨后春笋，啊，那麻竹笋是另外一种笋，是麻竹所生的笋啊，会当摕来做笋干、笋尾、笋丝、笋片甲酱笋。啊，那白粽的粽蛤，就是用麻竹叶、用麻竹叶白的粽，有竹叶啊味，正清香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麻吉亚实在真趣味。